64岁嘅杨盼盼将荣升做外母。杨盼盼多年嚟独立养大阿女杨慈月，而阿女将会喺出年嘅1月11日同拍拖15年嘅时装品牌设计师男友拉埋天窗。19号，杨盼盼就分享咗阿女过大礼嘅片。杨盼盼准备将聘礼开箱时，虽然唔见有龙凤额等金器，但都笑到见牙唔见眼。人都有就好啦，包落埋大家就丰衣足食啊，哈哈。湯圓兩個蛋咧，係成雙程序嘅，入邊咧係紅豆，係啊，有糖啦，有蓮子啦，有蓮子啦，有紅棗啦，有熔眼啦，有白含。之后杨盼盼就拎住封大利是俾未来女婿做回礼。多谢你接收我女啊！